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文评论道》。今天呢，依然由我和刘晓光老师为大家讲解第12届畅棋杯中国围棋锦标赛，8强战的一盘对局。刘老师您好，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这个今天我们在这里再一次见面了。那我们今天为大家挑选的这盘8强战的对局呢，是由年轻的这个李清成初段对阵世界冠军范廷钰九段。那看起来这个段位的差距非常大哈，李清成呢只有初段，而范廷钰都已经九段了。但其实他们两个人的年龄差距并不大，范廷钰呢只比李清成大2岁，李清成今年呢只有17岁，他是98年出生的啊，年龄非常的小，但是之前呢已经有过出色的表现了，夺得过这个中信银行杯的冠军啊，并且在新人王上呢是负于了郁之莹，夺得了亚军。那么我想这对于他来说应该是一个激励吧，刘老师，今天这盘棋是不是两个人下的都非常激烈？对，这两个棋手啊，都年龄非常小，但是呢，这个我的印象啊，这个范廷钰啊，印象比较深刻，因为他一直活跃这个围甲里边，而且之前成绩好像也不错，很突出，他之前有过比较好的成绩。对，他是拿过英式杯的冠军。对，那个，所以呢，他应该是印象比较深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这个棋局啊。今天这盘棋呢是李清成执黑先行。执黑先行，然后小木。小木。小木，对。他下了一个星。星，这个星小木，这个小木，对。这样，走这个，然后挂角，走这个。对，范廷钰呢？挂这个。是上海人。对，是的。然后呢，这个我看他像是一个这个下棋的这个天生下棋的那种感觉。对棋。就天生适合下棋是吧？比较喜欢下棋，然后对棋比较执着的感觉啊。他是走的这个。对。这个是三间高架，也普普通通吧。这普通，这挂呢，这个也这种多了。这是，普普通通的一个定式。很正常吧？对，正常。下了一个大斜。大斜，这是老定式。那么白棋呢，就走普通的下法。这就比较简单了。简单。下的。大家，长一个，这个长一个呢，白棋必须再爬一个啊。对，不爬跳这个会打了被连扳啊。这个长一个跳一个，这是定式。是。定式走了一个，然后白棋在这个位置也不错。下面就是说黑棋这个再继续怎么走？下面它是就再继续走这面。这个是方向是肯定在那个地方。对。走这个，然后拆一。但是我觉得要既然拆一，这个是不是好一点？接住再拆一。接住应该是一样的吧？是不是这样会感觉舒服一点？对。其实接住，接住对于这个定式来说和虎是不一样的，因为接住为什么？刘老师他想接住呢，是因为以后，假如你铮子有力逼住的情况下，二路有个点啊，这有点关系，对，是的，所以接住会厚一些。对你这个差看起来舒服一点，对，看起来舒服。你这个呢，就觉得以后有点，就总觉得，这样总是不如接住，稍微有这个感觉啊，这个，对。然后白棋大跳在这儿。对，李清成的黑棋。但是这个看他的棋还是比较少。李清成他之前就已经，就受到大家的关注了，就觉得他是95后，他是98年出生的嘛，这么小的年纪，这棋就能下得这么出色，非常不容易。江西的南昌级的棋手南昌的。对，他老师特地把他送到北京来给大家看。我记得最小时候他跟着这个吴昭义，那个时候是的，老到这个棋院来，我也经常非常看重他。这个开玩笑，那个很早了，现在都长大了。镇住，阵头，这个是必然的，应该是常见必然啊。然后次一个，这也是像是一个基本手段。
找他弱点，基本上朕都没什么好说的，我看应该是还挺比较普通吧，普通，应该是普通招法，这没什么。这黑棋如果说接上的话，好像被人家刺到了，不太甘心。刺到那么白棋总是心情比较好，对，人家有靠之类的，选择别的，对，他贴了一个，贴一个，他长一个是吧？再粘上他有也不舒服，他大概如果粘上他可能会这样。可能会对，是的，那白棋就从那边冲出来了，对，他可能也不舒服，嗯，跳这个，嗯，对他进行进攻，对，像这种单关的连通啊，或者是断呢，大部分时候我们都希望让给对方走，你能逼他接上，或者说是让人家断掉，我去底下，哎，有目数的做活那也行，对，所以呢，白棋也不肯断他，白棋就尖顶。尖顶还是尖顶，对，走这个，他可能看你虎在这儿，就这个他尖顶可能稍差，但虎在尖也可能尖顶就算了，是吧？也可能是这样，但是这尖顶要走一个，这个就是也是一个想谋求眼位，也是可以考，因为他往前走啊，他也不舒服，对，现在黑棋飞一个，是的。还是不愿意连回来，不愿意连回来，总是不愿意。你断了我，反正能活，是吧？对，反正我只要底下保证，那你断了之后，我不会死了就行。对对对，他顶了一个，对，藏在里头，藏在里头，对，白棋挖一个，对，再吃一个，对，这个可能是他的笔误，他是扳的，哦，这个谱啊，他如果顶，他可能有挡一个。哎，我就奇怪，这些顺序怎么会是这样？是这样哈、啊，他打是个提了，他没有劫财，这个黑棋白棋并不行。他扳的是这个。哦，他是扳的、哎、对是吧？记录记错了，他这个如果断我这个。那对，那爬回去。哎，对，你这提到一下也没有帮助。哎，对对，在这儿。还走这个，加一个。接上。这样你就不能度过了。对，这度过再被断了要死了，这真的。提一个我粘上，是吧？对，粘上。粘住，对，这个是你必须往回连回来，粘回去，终于黑棋还是粘回去了，给吃掉，吃粘就吃掉，把这个吃掉。我觉得这个下法好像比较合范廷钰的胃口，因为他非常喜欢实地，哎，他想能把这两个吃掉，这两个脚大脚粘住，喜欢这样啊，挺舒服。这三十多目棋已经拿到手了，那这个棋黑棋比较厚。对，哎，你要就小心自己别这个 被人家攻得很惨，哎，对，要小心这个就行了。但是吃的木当然合适了，对，像这个木先牢了，还是心情愉快。如果它效率不高，你当然好。现在就下面怎么补？这块棋怎么处理？这是现在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后面下的我觉得有点疑。确实，我觉得不知道他怎么棋是走在这里，好像是这里吗？对，他是走在那。我觉得是不是棋谱的错的问题，我都怀疑。为什么呢？这个铁后，你看这个棍子在这儿，你就往人家这个地方走，这棋感觉是往这一带，离他远点儿，他那么厚，离他远一点，感觉是这样比较普通吧。是不是这样比较普通？远远的，赶快回家吧，往人家逃吧，逃命吧，你还去往人家墙上，还贴在人家，贴在这个地方，这个我就不明白，这为什么要走也是这里吧？也是这里，不清楚。这里呢，你不管怎么说，你这个还是个像是眼位的样子，你不管就往前逃嘛，对，也是可以，啊、你人家要。攻你或者怎么攻你，这还要往回逃，大步还往前可以，他别的攻你，这还是一个下法。这个我觉得可以，这个我怎么觉得这里面有不对啊？他直接往这儿走一个呢？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办，他走这儿。白棋什么意思？就马上这小尖不是已经把他要穿断了吗？对呀、啊，我就不明白呀、啊，我说是不是棋谱看错的问题？我觉得这个白棋小范怎么会这样？这个不明白，他往这儿走有点太欺负人了，这个不对。我们看到的棋谱的顺序呢，就是这里是白棋，刚才刘老师他说是扳一个，
但是他记得是这儿弯一个，对对对对，然后这儿是飞的，这个不明白。对，然后呢，那天有人开玩笑说，以后这个记录员啊要用实名制，老是记错，要黑旗走这个，当然，黑白旗很难办。他是我送你，他跳了一个，这样的棋啊，尖一个，然后走这个，是吧？震一个也可以啊，他刺一个，当然这个棋不能粘了，这个棋要连回来，小尖，哎，这个可以。然后这个棋形呢，因为他自己很。本身被人家尖一个毛病很多，所以他只能这样很委屈的出去。这个棋呢，三连尖，这儿还有这被尖一个。这后来被尖了。现在他是这个是好棋啊。是的。这个呢，有点像下五子棋了。这往前，你要再尖就是五子棋了。他跳这个，是吧？这个不管怎么说，我觉得这个白棋在这儿下五子棋啊是不对的，形状不对。在围棋当中下五子棋，怎么说都不是一件好事儿。对，这个棋不好，不好。这个小小范白棋啊，对，这个这盘棋让我对他的印象减分。哎，这个下的不好。本来觉得他很厉害。我觉得很厉害，这个地方下的不对。黑棋走这个。对。然后白棋贴了他一下。他想先，先考验一下黑棋，但是人家还要考验你呢。如何解释？这各种断，你看这冲完这一跳就死了。这个怎么办？他是还不好走，你贴被这一冲也没法。这本身这个形就不对。对，不对，是的，不明白。这黑棋这整块，白棋这整块棋要做眼是一件很困难的事。对对对，他这个贴特别重要。如果不走，被白棋靠一个。黑棋无法收拾，很难抵挡是吗？对，很难抵挡，不好办。对，这走完了，这个尝试先手，这儿马上还这个不好办。所以这个贴呢，关键贴完自身联络了白棋下面不好办，这一走这个白棋就麻烦，已经断了现在。对，你要是自身这么被。交换也不堪忍受，这一次也是这里面这还要断掉，这几个这依然把你断了。这先走，这个也怎么都断了，反正就一塌糊涂，这个不能够。所以这个贴让白棋就已经自身忙着补吧。对，他是怎么补的这个？对他很难受，就难受，非常难受。对，然后虎一个，虎一个，他还让你难受，他是说让你这个地方呢。你去补这个，你不走，它还有个提调，有个分段的问题，是吧？不管走哪个，白棋都是很恶心的脸上，就单关联络。你走这儿连上了，走这儿连上，对，但是都难受，难受。对，这是进攻。如果你卖一个的话，它连上这个大块还是没有活，它刺一个也是顽强一下，不错，考验一下黑棋。对对对对，黑棋靠在外面，这个比较强，这个好棋，好棋，这是不让你得逞，你让你中了。哎，你走这个，我说不定还要这个，是吧？这个棋比较狠。那么像这样，应该说黑棋的进攻的步调可以。刚才说是这个得了失控很多。对。但是后面这几招啊，你这个，让黑棋的进攻步调得逞之后啊，这个失控就，得的也不那么舒服了，我觉得。我觉得形势并不好。对。前面处理的太那个什么拘泥了，人尖一尖跳一跳，或者单尖这个都可。那这个头还是很畅的吗？觉得那样的话？哎，那样我觉得不错，那个那样是盘棋。现在应该是黑棋进攻步调可以。哎，下面怎么办？这现在白棋就很难办，确实是不知道怎么办。接下来，他先贴了一下。哎，这个比较舒服一点。对。然后扳，哎，这能走着一下总是好的。哎，能贴一个也好。然后呢？接下来，白棋痛下决心，他走了这个。这个，哦，要如果你粘上，他是要这个的。对。是这样啊。对，是的。哎。他要冲过来。如果单冲这个不行的，这个又被反。被人家冲了。哎、对。所以那个这个是一个急招。那么黑棋呢？他就补这个。补这个冲、你不要冲过来吗？我先挤你一下，对对对对，看看你连不连。那么白棋那就索性坐到底下去做活去了，怎么成为这样，因为太难受了，他这个单关连，把这个断掉，这切断是挺厉害。关键你没活，他得这有硬腿啊，没有活，这块棋是不活的。那下成这样的话，我觉得黑棋还挺不错的，不错、啊，感觉它里面没有活，这里面如果走别的，被这一点是死棋，是吧？这做要做活，
那么白棋这个棋也是要紧的，要补了。这个不补啊，这现在不同，这跑出来是黑棋也要小心。对啊，黑棋补这个大，补这个大。我这白棋这个先手的话，这断了不是已经对已经把麻烦都穿了都。是的，所以他必须得补一个，黑棋补在这儿。但是你现在这个也不能死，这个白棋这个不能死。嗯。这个活是活了，但是仍然是被进攻的一个节奏。对，这个白棋，如果你单纯的这样的话，他跳一跳再跳，被他这是黑棋就乐胜了。啊，那我太愉快了，这就麻烦了，过于愉快，这个棋就要结束了。嗯，哎，那个棋弃掉呢也不肯，那怎么办呢？白棋下的很有意思，他下的是这个。对。啊。哎，他。就期望什么呢？你要是这样吃，那我就吃这给你了。那就算了，不要了，然后再走走。走这个棋是白棋期望脱身了，他那这个好，这个好，嗯，是的，这是最黑棋最白棋最佳结果。嗯嗯，有的叫弃子，没错，哎，这样就弃掉一小块包袱就甩掉了，这样比较好，这样比较大踏步的干别的去了。对，那黑棋先立了一下，立先手，嗯，立不补还是死棋？对啊，不，我这个靠一个是死棋，是的，靠一个是死棋，他如果长的话，您就再冲他一下就行了，是吧？啊、哦，冲他好像是没有办法了，无法抵挡，这死了、这个棋应该是没有办法做两个眼了。大家可以看看，你这个挡不行，这儿就有叫吃，你这个先手之后呢，你就上面没有眼，两个眼做不长，对。没有两颗眼，嗯，你不管做这个眼，它点进去了，是吧？这个棋又被他先手便宜，白棋实际上啊，这个活了并不便宜，被他这个又先手，他也眼位增加了，这个棋应该说黑棋好下。对，我也喜欢下黑棋。黑棋好。前面这个白棋啊，这个小范呢，这个地方走得太拘泥了，我甚至怀疑他的棋谱有问题，他这个不是他的水平。嗯。现在黑棋这个好棋。他跳了一个。跳一个，追着他不吃为好。嗯。追着他走。先跳一个。对。这白棋得跳下去吧？应该跳。要不然人家一拖过。你总不能走上面。对。被拖过是不行。然后他也不是这么煎出来吃他的，他是从外面来。这个棋吃在这里，按理说这个形状，我觉得这个不好。这个棋感觉啊是这样，都不吃，嗯，比较好。哦，你给他，他象眼要留着让人家走，哎，再跳下来，嗯，这样比较好。他吃起他还不知道怎么办。你这个不是形状，正要点在眼位上。对。你怎么办？这个棋。我不知道怎么出去，比较麻烦，很难下，对吧？嗯，这样你让他去回去连，这样比较好。嗯，他走你就跟着走就行了，这个没关系，哪怕走这也行，走这哪怕你走这，反正他已经连不上了，连上就有个几段。对，你就这样就可以。嗯，让他往中央走也可以。对，哎，你攻反正是让他不要去随便吃他，嗯，瞄着他就很好。这个好，顺着他走是吧？应该。震一个象步走象步，这个象眼这个地方啊，大家都不要走，要留着让人家走。哎，对，让他去走五子棋，这样比较好。实战这个有点硬了，过硬了，白棋贴。贴一个，贴关键你自身呢，有可能小心你自身的眼位的问题。他走这个，又走，这当然是个好位置，但是呢，这个棋被他一冲啊，他有点不舒服。他能不能退呢？黑棋退是顽强，退呢之后就是味道不太好，就不舒服了。不舒服，首先点一个，你再粘上，有点讨厌。哎，这个棋呢，以后它有各种的断点。嗯，那应该说这个顽强一下也是可以的。是啊，可以顽强。我先把你头摁进去，让你顶不住，顶了我就考虑要断。后面比如说，断了我就再顽强，就硬给你拼。反正我这儿还留着后门呢，对，是吧？那块棋有个冲，这我只要以活只要就行了。对，这面呢不管味道，但是白棋有可能啊，落个先手之后，在这个地方他又卷出来，就这么干，这他担心这样，哎，那面就看清了。就比如说换成这样，啊，那么我就这样走，厮杀，哎，这儿断先手，这儿又跑出来，这样呢也是黑棋有所担心。嗯。是吧？也有担心的可能性，所以呢，他考虑再三呢，他就没敢这么走，他是走的一个
到这个时候打，那原因在什么地方？原因你这个不要去硬来，松一步太狠了，这样松一步你就没有让白棋啊稍微给他一个空间，嗯，这样呢他就不会让你选择了。这走到这儿你麻烦，你是退的话就麻烦，所以说选择这个逼得太紧了，看来是。攻棋的时候一定要是不要贴着走，松要松一步，要松一点。哎，对对对，就像刚才要走在自己做活的时候要贴着别人，啊、对是，这是棋的常规手段，常规的，对，走这个。然后呢，关键是啊，这个棋它成立了。他把这个子给吃掉了。这个棋啊，你如果再跑，对，这邱老师会教你。这可以扭断，十字扭断。对，常规这个棋就黑棋麻烦了。嗯。这个，因为你当时是退有一个那样的棋，现在你这样的被吃掉一个棋的，实际上，这个棋白棋成功了。啊。黑棋攻了半天呢，我看是有点问题。嗯。你形成这个棋啊，让。看似要是被白棋要扭转局面，扭转乾坤了。他本来是要摁住人家头的地方，对，结果那个摁头的那个子被人给吃了，这个显然是不对的。对，不对了、嗯、这个棋你攻了半天，你看原来震一个哪是会这种结果的、嗯、现在你的忙着走这个了，贴过来要围这个空嘛。对，现在白棋能不能跳出来呢？跳出来可以啊。是不是觉得他跳出来，怕人家比如说这样飞过来，他觉得有帮人家围控的嫌疑吗？还是什么意思？也有这种可能性，嗯、他也有担心你，他底下虎一个，下面的问题。这底下虎一个呢，白棋只能缩回去，这补这个，要不然他又跑了。哎，虎这个或者虎这个，他都担心，嗯、虎这个也不舒服。嗯，哎，你这个因为你这个眼位也得往外跑，是吧？嗯、哎。所以他这个棋就没有那么像，他断了一个，断了一个，断一个，吃掉啊！我把它给定型了，鸡蛋，对，提掉，然后长下去，立下去，对，这个呢，就是说我眼位有了，还逼迫你以后活棋、嗯，但这个扳当然很大，他没有不看着觉得这不扳，我还有好像没有道理是吧？给你扳了，哎，给你扳了。他现在走的这个，嗯，跳回家，然后黑棋冲，收控连逼迫你做活，嗯，这个棋你要不走是死棋，那要死了，这一立你坐眼这一冲，这眼位就没了，对，这是把黑棋就死了，必须补了，眼不够，只能冲，只能冲，对，但是我先手做活的确很大，对，白棋从被进攻。然后又捞了十控逼黑棋做活也算不错了，这个结果也不错了，但是黑棋就捞了一层个厚皮，嗯，外面全部包住了，对，现在啊、哦、对，很严实封的，对，那么这个接下来这个胜负呢就要看这块棋、嗯、对，这个是两个人会下成什么样，就是对于这个他的后是怎么破他的控，嗯，其实是一个马上的焦点，对，哎、嗯，其实之前呢就是这一代啊，刚才刘老师说这阵在这儿的话，这个形势可能对黑棋要有利的多。对，我觉得那个时候是黑棋还是不错的形势，没错，可以保持一个攻势。嗯。这种典型的这种，都在高位，这种典型的高举高打是最好的一种典型的下法。嗯。这个那个时候不错的。嗯。那现在下成这样呢，白棋又捞控又定型了。他反正放心的，直接就一头扎进去就活，他反而好选择了，嗯，是吧？我觉得范廷钰的棋风可能是比较适合这种，就是先捞后喜的，他把个时控，对啊，他把时控先牢牢的拿住，然后再慢慢的削你的控，这是他擅长的东西，嗯。那么我们接下来看他走的什么？他走到这儿，走的这个，嗯，走的这个是个关键。啊、哦，你不管走什么，他都会逼着，对，那边因为太大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这里肯定是进不去了，你就别想了，这进来肯定要杀你。如果你只是这么活，他就常常给你活了。啊、哦，这样的话不见得赢，这个白棋可能控威胁。现在就是只要能把这个打掉，其实是可以的。嗯、对。他实战是分头。他分头的这个。对他必然是这个，这个是黑棋不肯的，是吧？对。当然是要这个。是的。他拆二逼住他，对。那么接下来白棋这棋要怎么活啊？在、哦、这个地方就很重要。
因为它外面太厚了，人家这铁厚这一排竖在这儿了，你一个不小心，你走在这种地方，你小心被人家直接二路要杀你。他是必然是走这个，对啊，必然是走这个。这个棋，因为在这个地方高位，典型的一个杀棋，你一走这个他就退。对，哎，这样的话白棋凶多吉少，起来很累，很累，是吧？这个棋，哎，非常累的。嗯，所以白棋实战呢下了一个这个，在这儿。这个棋呢，这个棋就又往前推伸了。这个棋啊，黑棋走这个，白棋走这个，是白棋最希望走成这样的结果。嗯嗯、这个白棋就形势有利了。对。但是黑棋就造成了黑棋必然的是来反击。要分段它。分段在这儿。分段。要先把它分段，这样。对。嗯。但是呢，这个棋又往前推呢，如果。在分头之前直接先应一下的话，也是可以考虑。先来一下，哎，先走这个。对，如果说黑棋要下这个的话，那这两下白棋就不会交换。我就不交换，我就直接进角，以后可以考虑从这个方向走。对啊，对啊，这个也是可以考虑、嗯。如果你走这个，我再来分头，比如说这个，嗯，你大概不肯让我这个，那么我走这个。对，你大概手脚。我再走这个白棋也是可以考虑的，是的，哎、嗯，这样白棋呢局面相对来说比较简明，对，哎、嗯，那么没有先走而单走这个，我们看看实战，嗯，他是先分头的，对，然后跟人家交换了一下，对，他再走在这儿，是，那么黑棋势必要分断他，对，在这儿走这个，哎、嗯，这个棋就变成了一个对攻对杀，这个一个很混乱的局面了。哎，是的，下成这样啊，然后呢，白棋就进角了。进角。黑棋先靠了一下，在这儿。对，靠一个。这个进角，这个靠的手段呢、嗯、是正常的一个进攻手段。那靠的时候，白棋现在如果说扳断它怎么样？对，他这个黑棋是希望走成这样啊。如果这样，对，在他的预想图应该是这样，提掉，对，把这个吃掉。嗯，这个棋呢，你在忙着做活。对，我这个现在做活还挺头痛。不走这个不是就死掉了，是吧？我得走这儿吗？然后再走什么呢？这个。这个是普通的下法。这个好像看起来只是正常一点。正常。我粘上，这个一点死了，算是活了。对，这样走了之后，黑棋落了一个先手，再从这面走棋、嗯，应该是黑棋的预想图，可能是这样。预想图走成这样之后，黑棋也许是这一类的，这个，或者是断掉。您要断了，我会不会把您吃了？这个、就先冲掉啊、嗯，先冲了，它就没变化了，它只能是挡住。这样，应该是这样。然后断一个，这是带打不行，他跑了。嗯，那他拐打吗？拐打他长一个，大概是这样。他干脆把那个走掉，是吧、嗯？那白棋应该没那么好说话吧？是不是要考虑里面要折腾一下？那么这样就是，反正你先折腾，不管怎么说了，怎么折腾一下这之类的。哎，就是说黑棋就给你拼这个，他应该成算，黑棋还成算还可以吧？对，好像黑棋反正能围住中央的，应该还可以。黑棋的就是成功率概率比较高。这一带好像白棋很难破得掉。对，嗯，这个黑棋是预想图，我想是这样。嗯。大概会走成这样。嗯，预想图，我们看一下它的实战。实战啊。实战呢是靠的时候呢，白棋它脱先了，在这儿。嗯，在这儿。实战。嗯，当点三三黑棋靠，然后白棋脱先，它是什么意思？脱先了，对这儿。看起来呢，如果说脱先的话，黑棋在这一带，它一手棋能把白棋吃得很干净吗？不，他现在脱先啊，脱先的意思就是让你黑棋走，对，你反而。不知道从何下手，有点难受。如果说走在这种地方，你当然是把它吃了。但是他是走在这个啊，但这底下不是还有、啊、你如果吃这个，这个地方不管怎么还有点利用，对，还有官子，不像刚才让黑棋吃的那么干净。嗯，而且他这以后啊，这里面都是有一些利用，嗯，有一些利用，对，总归是没有那么干净。
所以他不走干净，先走，看你怎么补。这也是一招，因为他直接走必然是那个结果，他干脆先放一手。这个呢是也是一个比较高的手段。对。而且有了这个子之后呢，像我们刚才摆的这个变化，就走不本来是黑棋冲那边走个先手之后要冲完了断这个。对对对。但有了这个子的接应，假如说你再冲完了断这个，那就不一样了。那当然总是有一个。是啊。人家就算是打了爬过来都不好多了，有了这个子的接应啊，都不一样了，都不一样了，是的，都不一样，都不一样。所以说呢，他能挂着一下，比如说跟黑棋怎么交换一下，你不管这里怎么硬，他总是好的。那是，他是只要被就那个你个黑棋考验黑棋怎么个应对，对，先挂一个，我觉得这招棋还是不错。这招棋不错，那么这个黑棋接下来会怎么应对呢？是考虑把那边角上先吃干净呢，还是在这边下面右下角先硬一个呢，还是采取一种攻击的态势？我们先休息一下，留点悬念，一会儿回来继续欣赏。好，待会儿见。好，欢迎回来。我们继续来欣赏这个第十二届唱棋杯八强战，由李清晨和范廷钰的对局。好。刚才呢跟刘老师为大家讲解到这儿。最后一招就是挂一个，是那面置之不理，挂一个让你来走。嗯。这个也不失为一个好手段。对。高手，挂一个呢，让看看你那边怎么走。黑棋走，我觉得在那儿也很难办。他左右选择比较为难，所以呢，他干脆就先在这儿点右来试你。对。嗯。现在黑棋的全盘的这个目数啊，它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之前白棋已经捞了很多目数了，那么他的所有的目数呢都在这边了，等于说，那么他主要的这个成控目标就看这里能成多少控，能跟白棋抗衡了。对。所以这个判断也很重要，不能随便退缩的。如果退缩的话，很有可能控不够，在这里。这个时候考验白棋了，白棋粘不肯，粘不肯被便宜，有可能对这个那个，所以他这个是考验你一下。那白棋能不能狠一点？比如说把它盖进来。盖进来的话。刚才说这个地方有断的可能，就算没有的话，这个棋啊被他搬一个的话，有可能被不太好办。对，比如说断一个是吧？断一个，那这个棋可以打吃吗？打吃吧，打吃。这个棋啊是这样，他就算这么来，就算这样来。对，你这粘上，这个是先手，是吧？这又是再粘上，这白棋好像被欺负得很惨。这个弄完之后，他再动手就不一样了。就算这样的话，他也是，不舒服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先刺的话，谁都不肯先低头，先被别人便宜。现在白棋呢，他想多吃。而走的这个棋呢，或者往这边走，飞一个啊，那么黑棋如果你这样，那那白棋是希望拖一个，然后再顶，那这个白棋希望走成这样，接上。如果这样上，那我连扳，这白棋是最希望走成这样。打吃。对，那我再这个就把它盖住，就不一样了。这好像黑棋要乐败了。这个不太一样，不太一样。这种扳都已经没有机会了。这样就不同了。是的。所以说这个棋啊，是不是走的虚一点点点比较好？它是直接硬着来，这个跳也是一个形状，但是呢，这个棋比较硬，这个就发生黑棋要点它也是黑棋刺它一下，刺一个对的，对对对，然后再尖这个，这个也可以，这个显得挺大，像是一个那个什么啊？那现在白棋是不是有点不肯了？它本来这棋形不是应该挡住的吗？对，挡住。如果挡住，而且挡住很大呀。是挡住很大。嗯。挡住的话，黑棋我想啊，这个棋它有断是先手，断是先手。对。断是先手。断一个挺讨厌的，我说断完了。
黑棋靠下去可能有点过，但是你小尖有。对，这个有个尖分段，分段的话，那他就有个什么问题啊？他就先尖，你那边一活完，后手必然活，嗯，就这个先断掉，然后再断，哎，这样再小尖，哎，对，小尖，你把那个活后手活了，我再这一小尖，这个就被圈进去的可能性，嗯，这个走重的嫌疑，不如刚才那样轻的来处理，嗯，现在在这个时候。尖的时候，嗯，他这个时候啊，他小尖尖一个，对，这是也是一个常规手段，嗯，常规手段，像似好棋，哦，像似好棋，这个时候啊，黑棋来个狠的，扳断他，扳断他，这个时候黑棋已经没有退路了，如果你让他这一块都连上。不好，你怎么着你的空都不够了，嗯，你这中间的空也没了，底下的空也没了，这怎么可能空够？对对对对，必须要分段它。分段，嗯，这个棋不，这个时候当扳的时候是个机会，嗯，有一个机会，挤是个机会，这个扳挤这个扳挤一个，这个时候是一个很好的是黑棋应手的机会。哦，尖完了单挤。哎，单挤。哎，这挤的黑棋难受。难受，让你难受一下。你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接哪边。哎，对，考验你的这个。假如接这边。对，我可以直不断了。嗯。我直接搬下来。这好像已经麻烦了，这个。这个可以考虑这个。你这个棋好像只有粘吧。嗯，只有粘，那您就把这个吃掉，我觉得已经不太对了。对，吃掉，这个棋挡下来不堪忍受。对啊。这个你大概爬一个，我估计或者飞一个，或者跳一个都行。哎，走一个吧。那么这样，哎，然后再这个，可以。嗯。再把它吃掉，因为那个也是活棋，不当个。如此的话，白棋挺好，这个也活了，那个也干脆走了。这样能不能考虑要硬杀白棋这块啊？哦，这样啊，硬杀。对。那我就争取不被你硬杀。只能争取不被硬杀了。那就走一个吧，反正。然后这个，或者是他就尖这个吧。尖这个，反正我是要硬杀了。朴素一点。反正。这样。要硬杀了，这不杀肯定是不行了。也是，你杀的话不容易。好像不太好杀。哎，不太容易。对。至少你这个有可能。这个不走的。不走到怎么硬杀都杀得掉呢？对，不容易硬杀。嗯，哎，逼迫你的没有办法硬杀的时候，说明他就成功了。对，哎，白棋就成功。嗯，这样白棋是个机会。那么你扳挤是吧？扳挤，扳挤，我这样逼迫你来硬杀呢，这样不是我就有棋下了吗？是的。哎，我就主动了。嗯。挤一个是个好机会。扳挤这个。对。单挤你看别的补起来就辛苦一点，你补哪儿呢？走这个又被我断了，嗯，也不知道如何走这个，我再断那也不当个，对，而且这儿又挡下来，多舒服啊！这个单挤真的很厉害，好像黑棋不知道应该怎么办，不知道，哎，这样不知如何是好，这是这个棋手们呢，在这个时候叫有一种说法，嗯，说是被麻了一下，被麻了一下是吧？他们这么形容，被麻一下。不知道该怎么下的时候被麻太麻了，嗯，这样怎么样呢？如果粘这个，对，那么它断，断我打吃，对，好，哦，这是不是太强硬了？这好像有点比较强硬，太过于强硬，看着，这是他有选择，有这个打完顺下来已经先手了，嗯，是吧？还有这个是比较狠的，反正这白棋总是。能挤着一下总是好的，我觉得。啊，那么这样试试，把这个走掉，走一个，他干脆就这样吧，挖这个。然后您就挖了，冲下来，挖了冲下来，那白棋也不太好。也不是多好，嗯，对，这个先手是吧？但他白棋可以考虑，哎。白棋可以考虑的方法很多，再选那个或者这个啊，是吧？不管怎么样，这黑棋都没什么好结果。不管这里边几个是变化比较有趣，是使得他不知如何选择。对，好几个选择，嗯，好，我们再恢复。这单挤是一步好手，嗯，确实。那么在这个时候，他没有挤，
而直接断，那就单断被他退一个啊，那就失去机会了，那就硬来了啊，还是走这个了，是吧？那必须只有那条路了吧？对，然后黑棋长，黑棋长，白棋把这个吃了，这也够狠的。对，这个不留退路了。其实按理说的话，白棋应该在这边，不是应该补一个吗？比如说白棋在这地方走，怎么走一个？不管或者走哪个啊？对，走一个，不管再硬一下，那么黑棋冲吧，我估计是这样，对，冲，把这个走的，对，想实战这么走，然后再靠一个，哎，可能是这样了吧，然后就顶或者退回来，就你那个顶也就可以，就顶就行了，哎，对，就按这么来吧，对，做活是吧？这样呢也是一盘棋，但是他吃了之后，他觉得也不小。空上他在这儿捞一点东西，他就不见得够。哦，他觉得不够，不够的嫌疑。这个压呢，压的有点。压还有。有点不舒服，对，是的。这个好像我怎么觉得这里面还是有棋。他冲了之后有个断。对呀。那断了不知道。所以白棋这个补起来已经很麻了，不知道该怎么如何走了。这是不是粘上会好一点呢？粘上你还小心他这个。贴出来。对，这个成为这样的棋，贴出来。这个棋也是那儿，他都定完型之后再顺手再来个狠的，这个棋就难保优势。他可能有点难受，所以他就不他不知道怎么办了，干脆他就把那个补了，让你再来。对，这也是一种破釜沉舟。嗯，破釜沉舟之下吧，我们看实战啊。白棋八呢，干脆就补掉了。那么黑棋也孤注一掷，这个来了，断掉。小尖靠下来，对。这个吃掉，那也不能，不能下这个棋。对啊，这个也是。那还不如刚才在这儿补一个，好歹能把自己连上就行了。对呀，这个棋好像也不是不成为棋这个。对应的招数是啊，嗯，很奇怪，我觉得，对，不管怎么样，还是考虑先把自己先这连住吧。这一靠的话，怎么看都不像能活的样子，很奇怪，很奇怪。就现在白棋要在里面折腾了，这个棋是不是还有一些别的办法啊？这个棋它是实战是这个。对，他走了一个阵，走这个，走别的，你走别的，他就硬给你留下来，切出来。哎，对，因为这个棋断了，他能吃住。嗯，他是这个棋是想把这个吃掉也行啊，是吧？这个、他是跳的，他跳的这个本来这个跳我就觉得已经有点挺和缓了，而且先加了一下，嗯，跟他交换了一下他虎。对。他是不是觉得人家这个接下来他就冲死两个子就够了？够了。对，哦，我是想把这个全拉回来，是这样，哦，是这样。我甚至觉得这个时候是不是如果收官这儿你虎了，干脆冲一个是吧？嗯，你是退还是挡？那我得挡吧。挡住，这不肯退啊。那么我这个打先手，我下法有可能不一样，我走这个。那就不一样了。是吧？你走这个，我有可能走这个。还顶一个，我就这个断。哎呦，这个棋是不是？似乎黑棋不行，是不是这样？黑棋不太行啊，被打了都吃掉了。对，有一个打的问题是吧？这如果走到这儿的话，就白棋已经长出一气了，等于说，这长出一气，那气就不够了。底下对，你挡是有一个打的问题啊，打在这儿好像收不。无法继续了。对，是的。嗯，那就是刚才您冲我，难道我只能退吗？退，我再那个什么了，我就看你的味道，我再想想别的办法。那这已经亏了好多目了。对，是这样。这样就再收官或者怎么样？这不是单单亏两目棋的事儿，这还有这打的问题，所以这心疼啊，这不肯随便退啊。是，那么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下法吧。嗯。他这个棋都没下，然后走得很强。这个棋如果单从本身来说啊，本身这个是杀气不够，是吧？对，差一口气。差一口气。是的。嗯，本身是断了，他能够差气，但是这个地方，或者说他没有走这个，他走这个，
这个棋实战就这么下的，黑棋冲下的很顽强。当然，既然走，他是要走这个的。嗯。那这个棋也应该先冲掉啊。那这个走之前，嗯，现在冲不也来得及吗？现在人家退，有可能他就退了啊。那已经便宜到了。但是你这个棋再挡下来。哦，这样哈。对啊。这样也是可以的。挡下来，然后把这个收掉，收掉之后把这个扳针。嗯。其实我觉得白棋那样也能收，也能收。如果能冲着这个下的，对，我觉得他能收，因为他是先手。这打吃完了也是绝先，这个扳针也是先手。他关键是觉得这个能成立，他是我们看到有可能他算错了，他是他看错了，这么硬冲、嗯，他认为这样是成立的。对，这个太凶了，你看，再冲，嗯，这么冲出来，这个要看错了就完了。的确是感觉像是有棋，像是有棋。他把这个先打了，打了。那既然要走了，这个。既然要这么冲啊，这个最好不要交换，可能还有比如这个对对这个棋还有别的利用，有可能走一边这就走成这样了，你这点都不在乎这点小的关子了，只要一出棋就一下就完了。对，有可能这个跳是先手不行，有可能这就算压一个也有东西，那么这个断一个也可以、啊、是这样呢就没必要这个交换了。嗯，这样交换了之后有可能把上面就给走成这样，那就对那黑棋就横下一条心，也必须吃你了。对，横下一条心。不过这个英式规则呢，它这个用时啊，它是，超过三个小时就罚点，罚两点。我不知道范廷钰有没有被罚点。他罚点也无所谓了，这不在两目。如果说没被罚点的话，他刚才有可能是可以挡下来的，至少。现在这个复杂化了、现在复杂化了。你看啊，这个棋，加一个是吧？先手，他连这个都不肯。对对对，这个都不肯，他都不肯、这个。他接住，他不虎。哎，虎一个更安全，都不。那么现在就要硬吃了。他走这儿。这个棋如果你粘上，嗯，被他一走这个连回来，就是说我就要全杀，全杀的，是吧？那么这个比较狠，这个如果你走这个断一个，这是白棋希望把这个都留下来，把黑棋肯定输了这样。这肯定输了这样。这本来就白棋挡下去，这棋还挺细的，就别说那儿全死了。对对对，所以黑棋这个是必然的啊。嗯。必然。然后呢，他断了一个。断了一个。嗯。好。黑棋打吃。嗯，这个好像是。黑棋靠了。靠断。靠断。哎。对。然后他立了一下，在这儿。吃掉。打吃。嗯。白棋现在下了一个单靠，看起来挺妙的。这个就看作这样吧，走吃了。对，其实没什么区别，已经走掉了，已经走掉了。现在呢是这样，你就是说，我就看着破碎的黑棋，但是呢，我就硬把你杀掉。对啊。你比如说，你冲这个，我就走这个。嗯。你冲，我粘。那现在看起来这边的交换简直是都没用了。那实战就是说我单靠是一样的。嗯。嗯。我冲这，我打吃，其实没什么用。贴这个，他把这个扳断了，那是，这是他的必然。他扳断了，然后走这样，他也长，让我双一个。嗯嗯。然后白棋长这个，现在。现在呢，如果我粘这个呢，被黑棋断掉，不断。哦，他单断，是吗？你直接下来吃我。下来吃他拆气。对。挡住，现在挡住呢？黑棋是一二三四四口棋，他团一个。现在挡下来一二三三口棋，白棋正好差一棋。这个就白棋差一棋是吧？嗯、那么那个不可以，因为这个扑了他能提。对，是吧？不知道小范到底是哪里是不是算错了一下？我觉得他粘上，现在粘住啊、不是，他是长的这个。对，长这个的现在黑棋断不掉，有个扑对。所以黑棋也不能太小太大意了，得小心一点。提掉，提呢？白棋先粘了一下，不走这个挤掉了，是吧？挤掉是损气的，挤了它粘上。所以我说不走黑棋，白棋挤就通了，所以不走那个、嗯。接住，然后白棋再粘这个，黑棋也粘住。粘住，这个棋啊，还真绝了，嗯、是就差一棋。对，是的，差的一点也不多。这个棋是白棋，你二四六七口七，嗯，二四六七，对，那面也七七，嗯，
白棋这个粘呢是不长气的，粘它就粘上就行了，没有用。这是上面六气，底下一气，七气。是的。那么那个气呢，如果是这样顶着，嗯，是吧？你这个力必须得立下来。立黑棋挡下去吗？它就算粘上，它粘住。哎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已经半口气了。哎，正好白棋收气，嗯，差一气，那二四六七，那么这个是不行。可能这个收官是最强，但是跟已经没有关系了。它是走的最强是这个，嗯，最强的拖一个，哎，最强拖一个。如果说，他能先手度过，不过先手度过也是现在以黑棋能挡下去吗？刘老师挡它。好像还有个扑，哦，有个扑，有个扑，有个扑，这个黑棋要小心，还危险。扑他弯这个，这个有一定的危险，有点看不清楚，看不清他往里走还是怎么样。哦，那这个眼这个要小心，这个要小心，越来越，哎，这个棋就危险，你就在四五六，哎，这复杂化，哦，好像看不清。他这个是走的这个，对，这个。搬一个，搬一个，它粘上，它，嗯，粘住。这个气不够，这看得清很清楚了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。刚才我们数的白棋正好是七口气，比它差一气，长一气。它走这个，它还能搬下来。对，是的。断了之后吃掉啊，就算大头鬼还是快一气。嗯，怎么都是快一气，反正。粘上。嗯。走这个。然后它搬了一下。这个它就延气就行了。对，白棋唬住。对，现在这个气还是。受气。快气吧，对，正好是快气，就数得很清楚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现在七气对七气，黑气先收，他就收一气就行了。这个呢是这走的这个，啊，他把它走掉了，把它走掉，然后又点了一下，对，这是点过的，是吧？黑气还把这个冲掉了，对，他粘上，然后冲了，哦，挡住击打一下他，然后把这个连回来，对，这个白棋把这个。可以先手，嗯，那还没活，对，黑棋的先手提一下中间，这官子还是很细腻的，这个已经无关大局，对，是的，无关大局，但是这个棋呢，这个被杀了，这个棋已经完了，肯定是不够了，不够了，这个是。范廷钰这个走的不对，嗯，这范廷钰这后面啊，我觉得应该是有很多机会，估计他是这个对杀当中有一些误算，嗯，误算了，不然应该不会下成这样的，这个。好，那这盘棋最后的结果呢，就是执黑的李清晨中盘战胜了范廷钰。好，好，我们就为大家讲解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看，再见，再见。